昆山三一动力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，是三一集团旗下集发动机设计制造、销售服务及技术咨询于一体的专业制造公司。公司位于三一昆山产业园内，公司现有员工136人，研发人员60人，其中技术专家10人，硕士以上学历36人。公司计划投资15亿元，建成年产8万台各型发动机的生产能力。目前已经建成发动机装配生产线2条，产能达3万台每年。计划和正在筹建发动机生产线3条，预计2016年全部建成达产。公司致力于研发制造中国工程机械专用发动机，通过合作引进、联合开发、自主研发等多种方式，获得排量2.7至13升、功率覆盖40至400千瓦、共计5大系列的柴油机和天然气发动机产品，排放水平达道路国4国5、非道路 T3 T4，产品可适配挖掘机、泵车、搅拌车、晃车、拖泵、车载泵、砂浆泵、起重机、路面机械、港口机械等多种工程机械产品。发动机装配测试生产线由三一动力、日本三菱扶桑公司共同设计建造，零部件清洗区主要完成柴油机的4大关键零部件清洗及布装工作，采用自动清洗及装配设备，为柴油机整机的高质量打下了坚实基础及做好了充分准备。整机装配线的关键拧紧工序均采用半自动或全自动控制，既最有效地保证了力矩的一致及均匀，又实现了系统防错。相关设备的使用有力地保证了发动机产品装配质量的高水平。整机测试台架采用了国际前沿测试技术，采用了集装箱式电涡流集成测试系统，通过对每一台柴油机进行充分磨合，并对性能进行检测测试，保证柴油机的性能和可靠性。公司建立以过程控制为基础、以客户为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，推行从项目立项、质量规划、产品工程性能检测、OTS 样件认可、整机台架试验及匹配试验、供应商零部件 PPAP 试生产及生产的全过程质量控制方法。公司产品分为柴油机、气体机、双燃料3大板块，功率覆盖40至400千瓦，针对工程机械或车用发动机的工作特点量身打造设计。D03系列是针对65、75挖机自主开发的非道路3阶段发动机，与同类进口产品相比，作业效率提升10%，油耗降低15%，烟度降低90%以上。D05、D07系列发动机是与德国 FEV 公司合作开发的非道路3阶段及道路4阶段发动机，主要适配挖掘机、起重机、路机等产品。D06发动机采用三菱扶桑全套产品技术与生产工艺，专业配套挖掘机，节能可靠。D12系列发动机是与奥地利 AVL 公司合作开发的道路4阶段发动机，在可靠性及油耗方面具有明显优势，主要适配搅拌机、挖机、起重机等产品。
N12 发动机与国际著名的 Woodward 公司合作，发动机气耗较国内同类产品低15%以上。昆山三一动力有限公司秉承三一集团，创建一流企业，造就一流人才，做出一流贡献的企业宗旨，坚持自强不息、产业报国的精神和品质改变世界的企业理念，立足打造中国工程机械发动机的世界名牌，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而不懈努力。